好吧，有位置我们就站到后面。还有，我们一切不要挡到我们店家做生意，拜托一下大家。大家都是出国为了探几瓜钱哦，赚钱不容易，所以拜托大家互相一下哦。虽然我们今天场面非常的热闹，好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。大家保持一下哈，净空净空，求求你们哦。接下来，好了啦，哎呦，我如果再继续讲，讲八分钟，你们继续，可不可以让他们去休息啊？衣服都跳到破成这样，不让他们下去。好，谢谢我们跳跳糖，好可爱哦。接下来，你看我们跳跳糖诚意十足，今天带了龟给灰鸭的衣服家当来到现场。现在我们呢带来这一套衣服，搭配的现在有没有这个灯光，还有我们现在。